出发了，去新居，路上坐上这个大巴去见我的妹妹们了，兄弟们，坐四个小时，睡一觉就到了。上下铺，看看呗，这里能不能偶遇着妹子？哎呀，他这是免费的水，放这里吧。又一次的来到了这个地方，哈哈，好地方啊，期待。到达这个服务区喽，休息一下，这里吃的啥都有，喝的还有一些快餐。这是一个美食广场，但吃的也没什么吃的。这里很多卖东西的妹子好看。哎，对了，我记得是上次那个妹子，我还记得她，就是在这里有个收银的妹子，长得挺漂亮。我看今天她在不在？就是那个背对着我戴口罩，对，上次她也戴口罩，好像就是她，不是她，但这妹子挺白，不是她。这腿啥的还挺好的，不是他。这个眼睛也挺好，额头宽阔啊，他们长得都不错，戴口罩都是，好看的戴口罩，为什么？大家好，在越南九哥。当你们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，我已经到达越南的秦居，这里是工厂、学校都比较多，来这里，去寻找我那个最爱的，然后国王酒喝起来，国王财神酒，让你桃花财运啥都有，存款青春十八出来，男女老少都可以喝，伤高腰椎颈椎风湿尿酸，喝一次就有效，去记住。九哥的这个淘宝店铺，搜索九哥财神酒，288/35毫升，然后，125毫升，35度，然后去下单就可以了，然后现在还是年前，继续给你们送财神，一盒一瓶送半盒路边膏，两瓶送一盒，以此类推，好了，出发。这是一排小夜市啊，来逛街的小妹儿妹啥的挺多的，小腿不怎么白啊，那两边全是，快过新年了，也是跟咱中国一样过新年，这条街看着没啊，泡妹进行中啊，兄弟们在泡妹加联系方式呢，现在泡妹进行中，这两个小妹儿挺小的，但是我还得找，还这一对一对老多了，就沿着这个河边这一片，这是湄公河啊，看呗，这小情侣啥的也有，这大白腿，这腿不白不行，但挺长啊，我们就在这里遛神，遇到好的就可以搭讪，遛神搭讪再搭讪，又来到了这个情人桥上来转一转，哎，跟往常是一样的，看到没，跟往常是一模一样，今天刚钓着一条鱼，加联系方式，普通一般，就是普通一般吧，今天少一些，像这种小妹儿我就不想搭上，这种也很多，这种工厂的还是干啥的，染着黄头发小风凉快的，对，
刚才成功搭讪了一个18岁啊，皮肤超白，我跟了2圈，然后跟到了他，然后成功了啊，然后今天也是第二个搭讪成功的第二个，一会儿还得继续啊，不错，给你们看长得什么样啊，好白，长得是，等一下方哥，长得是这样，长得是这样，然后别的动态啥就没有了，动态啥就没有了。最主要是长得白，身材好，我离得近一看，哎呦我真好，真白呀，哇，兄弟们，现在我买了一个这个吃的，然后还有这个一个什么给他送去，现在是希望他没走啊，希望他没走，那走了就废了、现在去，他还在那个桥上，现在是我现在往桥上走哦，这点开始上人了，这点泡妹就要做到这种细节，体贴啊，关心，然后虽然没多少钱，但是一种心意。哦，一群人看着我，然后我就送了那放那我就走了，一群是那边坐了一圈人啊，那是挺客气的，谢谢说了一句，然后我就撤了走了，这样的话他们就会愿意跟你聊天，要不然他加联系方式就不愿意跟你聊。现在啊你看没，我立刻他就给我回消息了，我送完东西那老准了，看看他说什么，你为什么买给我？为什么买给我？哎呀，那我给他回吧。我现在就是说，就是想认识你，交个朋友，啊、嗯，然后发给他。看他怎么说。嗯，兄弟们，他又回消息了，看他说什么。他说多谢，多谢俩字。俩妹子，然后还说啥？我有点害羞，他说我有点害羞，哎，我说，我也害羞了，我说我也害羞了，哎，嗯嗯，咱俩都是很纯洁的嘛，纯洁的爱，纯洁的友情，我送你的是深深的情，浓浓的爱。不是一杯咖啡。叫不叫？喝到最后啊，这个服务员喜欢上我了，我俩对视了眼睛，对视了很久，然后趁着他们去厕所，我拍个视频，然后我喝的光酒，他喜欢上我了，我说咱俩处对象，行，都说行，他在上学呢，19岁，要。你们觉得怎么样？我去了。行。干杯。干杯。中堆，五五啥晚上 OK。空调，有。空调，空调。中堆晚上五五啥？空调，晚上。
哎我去，懂了吗？你们懂吗？你们懂吗 ？OK。然后我就啥都不说了。去了，竟然能遇到这种情况，这种事情，我俩对视了很久，我眼睛都对视不过他。我啥都不说了，私下说吧。看他这个是。他就这样，然后一整就出来，然后这里放钱的。这钱的。不演。看他有多少钱啊？看他多少钱？五万。超过底了。OK OK， 对对对对。六万多，我去了，只有六万多，太穷了吧！安更，耶耶耶，可以，这个，提不动劲儿，要。干杯，要不要？嗯。碰嘎了。一瓶喝完了。哎，姜不姜？没想到泡到一个青春妹儿。哎呀，真是想不到。哦。光就喝起来，拜拜了。拜拜。服务员好。